大家好，我是中破雲雨兒 Rachel 布希柔。因為其實我比較男仔性格，可能很多女仔不夠膽做的事我都會做了，或者有時可能因為我的樣子像 Mix， 其實很多動作可能我自己做了出來不覺得 sexy， 但是在人家的眼裡面就會覺得是 sexy。 其實我現在就投資了一間素食的 cafe， 它除了 cafe 之外也是一間 supermarket 來的，咁可以買素食嘅產品啦，同埋亦都可以喺度堂食嘅。我哋唔係話開間素食係為咗賺錢，其實我哋最想係推廣素食。咁所以我哋到價錢都比較偏低。咁你本身你係素食者嚟嘅？我係半素食啦。咁我某啲月份啦，農曆七月啊，農曆五月五毒月啊，呢啲我都會食一個月素嘅。點解嘅？咁因為其實我自己係一個學佛嘅人啦。咁食素就為咗幫啲眾生去回向，等佢哋可以快啲輪迴，可以快啲投胎。哇！而家你做老闆好勁喎，你都係投資打工，因為我哋係小店啦，良心小店，其實都冇咁多錢請員工，基本上都係我哋老闆自己去落翻場去幫手。投資咗幾多錢啊？都七位數字。哇！你幾多？六位數字，六位數字，但總共整間鋪就七位數字嘅。其實之前開火鍋鋪嘅，其實點解會開呢間素食呢？係因為我覺得開火鍋鋪嗰陣時候就殺太多生啦，就想好想開翻一間素食，所以就咁樣嚟。食得太多肉啦，係咪？因為火鍋鋪係一定要新鮮現劏啲海鮮先叫新鮮。機會嚟啦！繽紛星網收集各類型有趣短片。如果你屋企有得意宠物，想同多啲人开心 share， 或者你本人大把諗头，乜都夠膽拍，又想一片成名，即刻 send 片嚟啦！